对面满满堂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待会儿电脑不我待会儿人不动了就是死机了。今天电脑出问题了吗？昨天下播之后就出问题，动不动就嘎了。可以，配台电脑呀？要不要我推荐个人给你？配电脑挺牛的。到时候新出新房子再重新配台电脑吧。我跟你觉得先将就用一下，先提前配，因为到时候你可能会影响到心态。在那里，凡事提前准备好，真的。那感觉还可以，今天下午弄了一下。嗯。我讨厌跳舞这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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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只要一个，宇宙和平。哦呦！干啥了？好家伙，下来！他怎么打野怪这么快？我也不知道，他那个一技能突然间掉好多血。好像要被他毛一样。凭什么？这炮谁敢轰死？妈的 ，AVA 不到。哎，两个闪。这都要过来毛我们一下。这炮形态一开，轰死。这个空没中了。哦，他们来兄弟了。五秒，四秒，两秒。哦耶！哦，我耶！哎呀，交上了。南疆好像掉了，南疆死亡闪。嗯，我毕竟在你们眼里真的只会玩一个英雄，真的运气好，运气好，我懂，我懂。真漂亮，不要嫉妒啊，小白，我的枪都是我的爱。有一天我去超市买观众，一转眼观众他妈不见了。然后问观众呢，哎，装起来了。放轻松，小白，我会给你留点的。Enemy double kill。猛呀，果然打女人有一套。好夹！哎，这个小叶把他往我夹子上一推，当时这个德克隆就慌得亚皮。看看我，我是目标明确的大暴动。那哪也不难去。我们有任务在身，只是不知道内容。文哥，我都不想搞这个。然后得拉一下。啊！我不拉一下，我要死了。没有别的，我的任务要求就是废了。五六六。别没啥的，你我操！我有枪，我说了算。他那个 E 好像把我 Q 的轨道打掉了。对自己好一点，坏的部分有我呢。倒霉来了。没有了。
这个人要开始穿糖葫芦了。可不能每个胡来一个吗？没错，我把心之守护者这东西记下来了。心之守护者出击。哎，是怎么说的对吗？我觉得是感觉要被砍，应该砍一下生命值，应该是这个 AD 一级初始生命值太高了，他直接放弃抵抗了。闪耀和火药，这才是最强搭配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嗯，这风雨怎么跑上楼去了？风雨好像把他抛弃了耶。风雨好像不太想理他了。这个刀妹是死的还是必的？死的。手榴弹的流。大王华杀了是什么东西啊？原主之心信用卡没有上限，随便刷。感觉下路可以打通关了呀，我觉得是吧？对面来下路都没用了，我们都不用去其他路了。小黑小白，嗯，我觉得下路可以直接拆了。先快回装。来了。嗯。登陆要改不？我在准备放大呢，我还在想着怎么黑呢。大发慈悲还是成？被看见了，你觉得呢？推直播线吧，推直播线，我捅他屁股了。哎，我这个 E 不该 E 的，他本来其实想闪这个位置的。我 E 直接抢他的走位了，不准动。哎。那好像不想管这个项目了。单机游戏。
王豪哥没来吗？我还是王豪哥来的。我觉得他们来下楼的可能性有点低。哎，这个是刀妹。饿了就饿了。哎，想上个高地，想把高地拆了就跑，妈不让拆，不然他把你杀了吃。能看这个吗？能看这个吗？哦，我交闪。哎呦，没加速！妈的，我第一时间就交了E了，还是没加速。他给了韧性吗？差不多，应该那个父亲带了那个东西。嗯。他解放选的有点快。两个肥皂。来了。去中路吧，现在可以去中路。完了，来人管我们，我们就丢；没人管我们，就接着拆。我上面视野做一下。哎，我是上面一枪，把他一枪打死。要瞎了吧？有时候你得先逼后引。杰克斯这个英雄参加就是快，我的枪是有打算。是啊，小飞，所有敌人都怕你。这蓝墙好像是没闪的是吧？A 一下就溜了，我也溜了，顶不住了，给他来一针，针扎，别着急，很快就到你了。我顶不住了，我想干他了，好干。对面这个风女直接穿上就可以了，闪现好像有点没找到自己人在哪。也是个英雄花里胡哨的代表，根本没人知道有什么意义。野怪地图上的野怪他妈被我打一个都没了。好的，这个倒霉，射速就跟观众一样快。
是不是？这个大女人有点强，先用。确实你也是这么想的，哎，我心有灵犀。这就是 ADC 吗？妈的！喂。信心不够啊，差一百，差一百多，实在不行你们借给我嘛。我五百多。对，借个两百，下手还你。哎我操，我从他脸上过来还没人管我的。他们想的可能后面还有人。嗯，再带条虾准备一会儿。怎么了？对龙有想法没有？嗯，可难可不难。对面我不知道对面怎么翻的。我的枪都是我的爱。不是电龙是吧？嗯，电龙挺猛，它可以打。我还是喜欢毒龙。对，它可以打很多下。今天玩那把毒龙好爽，今天又玩那把。它相当于电，它跟那个，它那个电刀一样。哎，他没闪吗？哎呦！我差点被他打死。我们有个愤怒啊！Yeah! 25 cool the rockstar, but I can't do my guppy, got the kind of young and plus the bag.